小包子，浑天挂帐子，底子好像是四藤年的。上道。 喝洋酒，一起看洋欢。好，还算太行，洋酒我留着。撤！日他老墨头，水不要了。 Still over there. This is my altar. Fire! Fire! <笑>像极了，像个啥？很像我们的祖庭啊！<笑>看看，这就是天下闻名的铁头功，天下武功出少林。<笑>今天开始，何以体验？不想剃头没关系啊，可以做咱南少林的俗家弟子。哎，大爷，你想不想学？大娘，你想不想学？ 师兄，哼，呀，好，好，呀，
谢谢，别走啊！没事了，随时过来啊！谢谢，谢谢啊！大师兄，他们怎么都走了？一文钱一炷香，到点儿可不就走了吗？智章儿，师傅，俺都还俗了，就别叫俺法号了呗。智章儿，感谢你用心良苦，为师啊，心领了。这都没帮上啥忙，你还跟我客气啊？那就。 再麻烦你一趟，啊！这是啥呀？这是啊，我给你汇文师书写的信。为师啊，没有邮费了，辛苦你一趟了。好说，好说。哎，师兄，你的铁布衫南北闻名，现在我们刚开寺，希望你能回来啊。师弟，咱都还俗那么多年了，山下开个豆腐店挺好，大家伙没事儿都去尝尝，走了。哎，师兄。 大师兄，阿弥陀佛，师傅，大师兄都不愿意回寺，慧文师叔他们会来吗？我和你师叔啊，都已经讲定了，谁先找到立足之处，就会通知对方一起重建南少林。师傅，重建南少林也要吃饱啊！我饿呀。哎哎哎，师弟，师傅，师弟晕过去了，怎么办啊？那师傅，这就去化斋吧。 师傅，我跟你一起去吧。我们俩要是去了，谁来照顾志文呢？哦，对啊，所以呀，你去。志文，起来吧。师兄，我想吃煎饼。师傅，等等我。怎么又是我？哎，师叔，善结良缘。师叔，善结良缘啊！哎，师叔。 7点饭斋，没有。7点饭斋，哎，师主，善结良缘啊，师主，善结良缘，快上，快上，善结良缘啊，师主，善结良缘，阿弥陀佛。 上哪儿化缘去啊？肚子好饿啊！哎哎哎！哎！ 出来，老大，二当家的说今晚会有艘船经过云梦峡，上不上？拿着。鲨鱼牙，今晚拿暗号吗？这就是个吊坠，让你出海，辟邪保平安。 你说你那么好看一姑娘，平常也打扮一下，别老板这个脸。
早就说让你们瓢把子跟我黑羽灰，不就不会这么惨了？老大生前不会，下辈子也不会。死人，我肯定不感兴趣。徐帮主，我就等着跟你的合作了。你们的瓢把子不是我下的，如威脸的狗，王八蛋马飞进，我也很讨厌他，咱们一起进了他。我们从来不和养狗合作。那你们靠什么保守血痕？大刀、长矛还是几杆破枪？大家低头看一下。过一阵会有艘船从这里经过，船上有你们中国的至尊宝印。至尊宝印？这插那儿啊 ？Yes， 就是那个缺了一个角，那黄金项上的至尊宝印。真的是宝印？听说谁得到它，谁就是真命天子。那本来是你们的。我可以给你们钱，给你们枪，帮助你们替漂把子报仇，帮助你们把古堡抢回来，一起在这乱世开疆夺都，一箭三雕。我呸！漂把子活着的时候曾立下三不的规矩：不劫穷人，不劫妇孺，不认养狗。你们都忘了是吧？禀尖子们。漂把子虽然立下三不规矩，但他也不想带着我们一辈子做海盗，像蟑螂一样的活着。现在有了史蒂夫先生的帮忙，称霸立国，到时候你们都是功臣，挣钱光宗耀祖。安静点。徐正，你这个叛徒竟然胳膊肘往外拐，漂把子就是你杀的对不对？现在可算想透了，那天我们杀养狗，护着瓢把子撤退，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在船上的全死了，就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一定是你这玩瓢客串子的，跟洋人勾结，给瓢把子下的圈套。有火气！兵尖子们，谁杀了这对奸夫淫妇，这些黄金就是他的了。我干！兵尖子们，救了这对奸夫淫妇，为瓢把子报仇。你醒了，你都睡了五天五夜了。施主，你从哪里来？伤怎么这么重啊？我不知道。啊，你不会失忆了吧？啊，头疼，
疼！哎呀！啊！哎呀！哎呀！哼！这附近海盗猖獗，他一定是遭了劫。这事儿可别被我碰上，否则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志空，出家人不要整天想着打打杀杀的。哎呀，哎呀！施主，想不起来就别想了，先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再做打算。啊，师父，我们每天都吃不饱，现在又要养一个吃白饭的呀？对啊，我现在又饿了。出家人哪能见死不救啊？施主昏迷了五天，也该进食了。志空啊，你快去化缘。啊，又是我？志文一起去。啊，我饿晕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装了，走走走走，你陪我，快走啊。施主，请自便。找到了吗？我们顺着上游一直找到了浅滩，没有啊！我见鬼！要不我们再上别的地方找一找？袁耀是死了，是地应该在这儿。除非没有死，找，继续找。好好好，是是是，走。施主，老和尚，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在这儿看什么？没看什么，今天天气好，出来透透气。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呀？没有啊。哦，我们就是在这儿啊救的你啊。是吗？是啊。哎呀，头疼啊。看来施主身体恢复得不错呀。哎呀，既然能爬到这里来，身体已无大碍了，不如就此离开这里吧。大师，你不会是赶我走吧？施主误会了，你不是我南少林弟子，浑身又带着伤，一定有未了的尘缘吧？大师，你不能赶我走，我浑身是伤，记忆全失，你要是把我留在这里，那不等同让我去死吗？哦，你不想走啊？哎，我也是无路可去啊。不如这样，你就拜在我老僧门下，做一名南少林弟子，如何？你让我当和尚？施主，我看你啊，特别有佛缘，上辈子一定是个和尚。我怎么会像个和尚呢？金刀剃去娘生发，除去尘劳不净身，圆顶方袍僧相显，法王座下佑天孙，赐法号智清。智清啊，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你之前的过往
已经与你无关了，望你抛却前尘，脱胎换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施主，结个善缘了。啊，没有。你往前走。善行良人。伤还没好，干嘛带我出来呀？你以为谁愿意带你出来？是师父想让你尽快融入少林生活。师弟啊，你要早点融入少林生活。师父，我心情好吧？我好几天没吃饭了。心情又好吧，师父，好几天没吃饭了。师父。阿弥。少林去学习金掌，谢谢。想说什么菩萨弟妹慈悲流动妖魔作，怒目金刚降伏四魔走大道。金刚啊，吃饱吃饱啊！你还跟我客气啊？快收起来。那就破费了。行，那你慢点。谢谢大师兄，师弟慢点啊，慢点。加油，再见。哎，慢点啊！师傅，师弟，有空你过来啊。哎，小花。这几个人是谁啊？为什么老来白吃白喝？那是我师父。怎么说以前我也是少林的人，总不能让师父和师兄弟们饿肚子，对吧？段增才，哟，你答应过我爹拿30块大洋娶我的，现在凑齐了没有？差不多，就你这样，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娶我？哎，哎，你们两个一起笑我是吧？啊！别站住！打你啊！别跑！笑！只听。各位街坊，慧远方丈济世救民了，免费把脉开方。师傅，我好饿呀！菩萨多行。只要一心念佛，就能得道不失。师傅，这个鸡腿肠给我吧，我可喜欢吃鸡腿了。志清，师父，你真是无处不在啊！志清啊，这么晚了，你干嘛去啊？今天天气挺好的，我出来透透气呀。天这么冷，你透什么气呀？我在看这个。师父，为什么有的菩萨就慈眉善目的，有的就凶神恶煞的？志清，你听说过金刚怒目吗？啊，菩萨低眉，慈悲六道；金刚怒目，降伏四魔。何解？作为出家人，不仅要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更要威猛无敌，除恶务尽。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是佛是魔，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威猛无敌可以用于杀戮，也可以用于匡扶正义。你可以成为一个魔头，也可以选择做一个怒目金刚。师父，你干嘛冲着我说呢？我又不会武功。哎，我觉得智空啊更像一个怒目金刚。对呀，我们南少林的弟子正是怒目金刚啊。嗯，智青，我发现你很有慧根啊。师父，你说的太深奥了，我哪听得懂啊。智青，我希望你能早一点明白我说的话。好了，天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师父，我还不困。那再读遍《金刚经》啊。拿好，谢谢师父。不客气。收粥了。施主，身体恢复得不错。是。老衲再给你开点方子。好好好。好，这老和尚昨晚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施主，来，师傅，您先好吧，赏我一口吃的吧，师傅，赏我一口吧。大哥，这饼我咬过，咬过我也要，师傅，咬过我也吃，您就给我一口。那边有粥，去那边去。我不喜欢喝粥，师傅，我就喜欢吃饼，我就喜欢吃饼，您就赏我一口吧。你拿去。谢师傅，谢师傅。志清，你给了他一张饼。是啊。你之前有没有给过别人饼啊？你问这干嘛？你有没有听过菩萨多情，不忍众生啊？师父，你说的太深奥了。你刚才的行为就是啊。你看，你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饼给别人吃，这就是菩萨心肠啊。不就是给他一块饼吗？至于吗？志清，你的心地很善良啊，你的变化很大呀，越来越像一个和尚了。师父，你是话中有话吧？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师父，那边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去看看。小姑娘，这个吊坠是从哪里捡到的？那那个姐姐呢？不要我大娘，不要我大娘，我说大娘，
你求我们有什么用啊？去求他们呀！我求求你们，帮我找找！我求求你们，帮我找找！帮我找找！你回来，冷静，冷静，冷静点！五、四、三、二、一，住手！师傅，误会，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啊！真晦气，三个和尚，咋的？你们知道那娘们在哪儿是吧？求施主放下屠刀。大哥，大哥，大哥！师傅，你咋扔出去了？阿弥陀佛。各位大爷，对不住，对不住！你们还愣着干嘛？给我清了他们！哎呀！你咋死没？金刚葫芦！大爷，别打！别打了！走，谢谢。打死你和尚！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哇，师傅好棒啊！棒啥呀？好棒，好棒！惹麻烦喽。老大，你没死。走。老大，你怎么欠了个功？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徐昭勾结杨狗，给我们下了套。叛徒！那帮里的兄弟呢？怎么跟洋人在一起？他们说，冷风拼死把我杀出重围，其他人都归顺了徐昭。干！平时都对我忠心耿耿，怎么会？老大，那是以前。他们现在跟着徐昭是为了得到一样东西，至尊宝印。哼，几个和尚就把你收拾了，娘的，看我清了他的手里死。哎，脾气还是那么大，几个和尚算什么？哼，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耽误了今天晚上千载难逢的机会。好，等得到了至尊宝印，看我怎么好好收拾他们。你们都先下去。你决定再演死了？那么高的悬崖摔下来活不了？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怎么了，史蒂夫先生？你害怕一个死人？ My God， 你这么自信？那个臭娘们根本不足为虑。但如果柴也没死，我们就不能安心。放心，如果没死，我就再杀他一次。宇春，一定要找到柴也。哦，要见人，死要见尸。小心你的嘴巴，我能杀了他，也能杀了你。哪个了？幺白子，克制，有人在那边。这件事情需要从长计议。你说怎么样？你的意思，他们今天是来追杀你的？是，我们护工会一直想把至尊宝印盗回，但是兄弟们都死了。今天要不是几位大师出手相救，我恐怕早就跟他们团聚了。哼，这些海盗勾结洋人盗取国宝，真的太可恨了。求几位神僧出手相助，出手相助啊！师父，老大，查到了，霍金晚到。你把这个消息告诉那几个和尚。啊？为什么？徐昭这个叛徒，肯定想不到会杀出几个和尚。你是想利用这些和尚？有了至尊宝印，何愁不能东山再起？我蔡燕没那么容易死。那些洋人今天晚上就会将至尊宝印运出我国，如果几位大师不能出手相助的话，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师父，这事咱们不能不管呀。师父，这事咱可管不了啊。大师兄，这至尊宝印可是咱中国的东西，不能被他们盗走。对呀，你懂啥？师父，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有点奇怪，这个女人说的话不能全信。老大，我与他们素未谋面，上来就拉他们去拼命，他们能信吗？志清，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去啊？这是中国的东西，当然要留在中国。走。哎，哪儿都不能去，不能去。大师兄，我知道你还俗了，你还有个想娶的姑娘，你胆小，你不敢去，但我们必须得去。南少林的信条，保家卫国，那是我们的责任。哎呦，你怎么这么轴呢？跟戴小有啥关系？跟欢俗有啥关系？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底细我们不知道，不能冲动。我知道，船会在今晚子时驶出于蒙峡，那里是最好的伏击地点。子时，马上就到了，出发。什么就出发呀？人家肯定有支军队在那等着。就咱们这几个去，那
那不是送死吗？师父给慧文师叔写了那么多信，他会不会带着咱们南少林的武僧来支援咱们？哎呦，信是吧？来，看看，全在这儿，兵荒马乱的，上哪儿摇，往哪儿摇啊？一封没寄出去吗？倒是寄出去一封，所以我说嘛，慧文师叔有可能收到那封信了，跟我一样还俗了，不会来的，不要有这种希望，根本不靠谱。智障！邓施主，请你不要这么说，我们南少林人从来就不会丢失自己的信仰，无论前方发生了什么，无论慧文会不会来，我们都会去。智空说的对，这是我们的责任。师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师父，哎，师父，知青在，你不会功夫，你跟志文做接应。哎，姑娘，你过来给我详细讲讲那边的情况。好，是这样，南梦峡的雾比较大，水比较急，我们今晚伏击在那里的时候。知青，你在干嘛？祈求今晚顺利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大师，我们继续说吧。我们今晚伏击在那里的时候，General William, to transport such a treasure stuff, how could you use a merchant ship? Are you fool? You do all these bad things with such a flag? Keep it low profile from now on. Yes. Honestly, I heard a lot of pirates around here. General William, please, relax. All of them will be killed by myself.The sale will be shortly smoothly be ended by you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Connor Steve, you are also commanded by His Majesty. God save the King! Long life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What's going on? What I'm doing, you traitor! Sorry, His Majesty paying too little. You traitor! You'll be punished by God! 快点！好，我们赢了！至尊宝印，我拿到至尊宝印了！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老大，这船尾被渔网挂住了。死和尚，我还想找你算账的，你竟然送上门来了。施主手上宝印乃我国之物，不可擅自带走。我要是不给呢？南少林弟子在，保家卫国。至尊宝印在我手里，我还是你们的老大。表八字，不好意思，你手里的是假的，真的在这里。这个赝品的质量真好，一般人认不出来。哼，你中计了！兵尖子们，有道！你们的老大只有我一个，想要跟着我发财，就把这和尚给杀了。
印是我的，是我的！难之情，老和尚，你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还愿意被我利用？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我们有缘。你之前是一个海盗，不代表以后还是个海盗。你还想多换一个海盗？愚蠢！老衲也害怕过，犹豫过，但最后都是因为施主的善良，使我下了决心。我呸！我一点都不善良，我是利用你们拿到至尊宝印。那宝印本是我国之物，无论你的动机如何，这次你倒是做了一件好事。不对，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无上的权力，为了荣华富贵。你是害怕邪恶，选择伪装，你怕被人欺负，所以强大。我蔡妍谁都不怕。知青，跟你生活的这段时间，我就发现了你心底的善良。你呀，不把善良当成了懦弱，你害怕被别人看破，你害怕被人欺负，所以你伪装起来成为一个恶人。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徐昭击败吗？那是因为你本就不是一个坏人。你别说了，我就是一个海盗，一个心狠手辣、为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海盗。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你可以成为一个魔头，也可以成为一个怒目金刚。自打你在我南少林落发一刻起，你已经重新开始了。知青啊，你要相信善良，相信正义。南少林弟子，在。我生已尽，凡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死之后，由智空接掌方丈位。你们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南少林要你们发扬光大。师父，师父，师父，师叔，我看你呀、啊、特别有佛缘，你就拜在我老僧门下，做一名南少林弟子，如何？师父，你说的太深奥了，我哪听得懂啊？知青，我希望你能早一点明白我说的话。师父，师父，苍云，可乐天子，怕是再也跟着你了。大师说的对，你是个好人，我跟着你这么多年，活得一点都不像一个海盗。这是你送给我的鲨鱼牙项链，我现在送给你，保你平安。怎么样？其实你光头真的好可爱。我不是好人，我不是。要把这几个和尚给我找出来。是，还有，把山下村里的女人和孩子给我抓回来。三天之内找不到这几个和尚，就把女人孩子给我杀了。是。慈悲为怀，我看你救还是不救。
小涵，你怎么了？哥哥，他们抓走了奶奶，还有好多的小朋友。你说的他们是海盗吗？嗯。那小花，小花呢？小花姐姐，她也被抓走了。我干！别着急，小花暂时不会有事。他们要的是这个。你舍得吗？蔡妍不舍得，我舍得。南少林弟子，在，保家卫国。救人不如救己，你们快去找到那几个和尚。这大东家的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你们要找不到，那真的会烧死你们的家人。三天一到，我说到做到。蔡妍已经死了，贫僧法号至清，施主回头是岸。这话从你嘴巴说出来还真是别扭。别废话了，宝玉，你带来了吗？先放人。还敢跟我谈条件？别，有事好商量吧。缺一个叫他还是至尊宝印，再缺一个叫那就不值钱了。蔡妍，你亲自来交还，一手交货，一手放人。徐昭的为人我最了解，就算交了宝印也会赶尽杀绝。那咋办？我们逼他们交换。我去交换。一定是我去，因为我不死他心不安。那咱们就拿这个假货去交换，他放下香气的第一时间我就端掉他的机关枪。对，没有了机关枪我们就能凑上去。不行，机关枪的射程至少50步，铁布衫又挡不了子弹，拼一把。如果能端掉他们的机关枪，就会有一支援军出现。错掉。
兄！滚！赵林先生，为什么不开心啊？我这个糖这么好吃，为什么没人买啊？你那些糖洋气得很，他们都不知道，等他们都吃过了，你的生意就会好了。那阴阳，你别安慰我了。小花，要不你不要那么辛苦了吧，我养你啊。一切皆有定数。知青，你越来越像个和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还是来晚了。师父知道您来，他一定很开心。
知青，这么大的雨，带我们来看海啊？这个该怎么处理？这个东西由你而来，就由你来决定归宿吧。小师兄，你说呢？这块石头有啥好？不能吃也不能喝的呀。从古至今，就是因为它，丢掉了多少性命。知青，你越来越像个和尚了。师父说他应该留在中国，那就留在这儿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Jenna Owen, all is here.Killed Jim the William. Steal the Jed. Finish him. Jenna Owen, what's going on? No. He's the one who tricked me. It's not me.知青，在。尽行兽，不杀生。如今能吃否？能吃。阿弥陀佛。尽行兽，不偷盗。如今能吃否？能吃。尽行兽，不饮血，汝能吃否？能吃。知青，希望你在南少林做一个怒目金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海盗，因为他们知道在南少林里有三位怒目金刚守护一方。开始升堂，黎明松山盛开九里，那莲花中一粒折巍巍南少林心肠千年，五老风情迷了山下，还有潺潺黄老的少林溪水，记录了祖师传法的足迹，隐隐汇聚之时，谁也挡不住他的光芒。不问初心，重振长风。
少林。